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欢迎咱所有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依然是阿波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做务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好，先来看吼，咱来提一个相关问题，首先看杨明旺，杨明旺呢问老师的代志是有关。伊讲着吼，咱也是使用龙鳞菌，即肥料呢爱减量。安尼伫即个氮素较悬的即硫胺或者是一号啊，要改吼五号氮素较低，敢会用的？包括呢，是毋是当甲肥氮斗阵来用？如果若是袂用，爱隔偌济工？物件哈，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就是讲。利用这个龙鳞菌哦，这上盖基本的哈、哦，肥料一定要减量哦。这关您是安怎呢？就是讲啊，你龙鳞菌哦，用以根啊、哦，这根路的生长，这正面的帮助哈、哦，这绝对是啊，咱会当讲非常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哈、哦。这不啊，讲过几啊遍，较早咧做这龙鳞菌的这试验的时阵啊，做了无讲盖成功哈、哦，这啊，真济有咧为。开药就感觉讲无讲真客气啦吼，有个人伫唔是咱药，就是讲因去做，哎，感觉讲效果讲普通普普啊，产量也无较低吼，无较悬安尼吼。啊，即有一个咱大原奖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啊，迄阵含咱配合在做，哎，就加保啊讲，唔知安怎呢？我甲你偷工，你看不啊？即窟用即个龙鳞菌，哇，迄丢了病，你看这贵个。行行行，进前真水啊！呐，这个一个大蒙雾起来吼，啊呐，创个规个这个拢丢着病，这规你看规副作假了。这有这这句有用，这句有用，一句拢无用哈。伊、啊、知影，伊甲咱讲，讲啊，他系安尼，你无问老师看卖者，这是用龙鳞菌料的，这个丢着病较悬嘛，是安怎？我讲啊，奇怪，啊，伊副都有用，啊，伊他丢着病较未较悬，安尼。哦，阿伯也较知影是安怎，因为伊落肥落了较慢，吼、哦，啊，所以伊阵啊，伊感觉讲啊，落无落啊，算啊，得，迄个时间过去，伊也无过落肥，减落一遍肥，哈、哦，啊，伊平常落肥就拢较扎手，啊，结果伊刮起来，即、這个产量就真悬，所以伊阵咱就开始去了解到，就是讲啊，即、這个用过龙鳞菌，吼、哦，就像啊，咱去听上表就甲人讲啊，伊个吼，即、哦、龙鳞菌啊用吼。哦啊，那种给足够食肥的，所以伊咧问咱讲，这龙鳞菌是有肥呢啦，吼、哦、啊，无他干嘛那种都肥料拢下病济，那种比较早拢给足行的。伊讲较早我咧用拢袂行长，我咧种拢袂行长，但是呢用龙鳞菌料吼，这干嘛那种啊，你迄龙鳞菌可能有肥啊，是安怎啊真行长吼，伊、哦、就是安尼甲咱讲。讲真行长，我讲袂咧，应该伊这也无啥物肥分啊，袂安尼啊，去探讨较知影吼、哦，就是讲啊，你那是用过龙鳞菌，那么伊根因为根路生长较好嘛吼，根、哦、路生长较好，啊根路生长好，伊这肥料就食开起来，所以原底你那是落五包，伊可能食两包，对吧？啊你即马落五包啊、哦，其实伊五包呢可能食四包外，吼、哦、四包外。当然流失的原来有啦，我唔敢无，所以你用的这个肥料有可能是平平拢五包，但是有可能是你原底两倍到两倍半的这个量，吸收的量有可能是两倍到两倍半，所以有可能得安怎超量去啊？吼、哦，啊，这一个超量的时阵啊、天气也无拄好，还是讲咱这个啊，防治做了较无加油的时阵呢，就真有可能啊，这丢了病就较容易产生哦。所以这底只会当，咱就好朋友小知影到，就是讲这原理是为遮来。所以咱做迄边了呢，啊，开始啊，甲真济听众朋友咧用的时阵，甲伊讲啊，你甲这个肥料的量减少，你试看卖啊者哈啊，这个较早是讲减这个磷肥就好啊，即马拢甲伊讲，你总体量原来甲减一寡起来。哦，你甲减一寡，啊，减看卖啊！啊，即马咱真侪好朋友拢讲会当减一半，哦，即上起码伊较早落一包，即马用龙鳞菌，伊可能半包都有啊，唔通用伤济。包括种土豆，足侪好朋友嘛是安尼，哦，啊，讲、诶，即较早拢落三包，一分地拢结三包，两包半，三包，
即马无啊，即马伊一包伊就感觉讲，就想就真水啊，吼，所以啊，即、这个差别是伫即个所在，所以伊整体一个即个吸收，包括磷肥，包括氮肥咧，啊，因为筋络用伊个氮肥吸收的一个量会较侪吼，所以啊，你会当家伊即个试看卖者。那比如讲你咧落肥的时阵，吼，比如讲你肥料咧减量，那么你氮素较悬的即个硫胺，也是要用一盒啊，你会当用啊，它会当对无？你原底可能若要落一包，你卖落一包就好啊。啊，话讲安尼，我袂晓落。啊，无你就改用五盒啊，哦，啊，甚至呢，啊，一边五盒啊，到这个要还个爱个落四盒啊，哦，因为你落济嘛，你落济，虽然你氮素的比例较低，但是你整体氮肥的量是不是会较悬？哦，比如讲你落一包硫胺加一包这个啊尿素，对吧？一包硫胺加一包尿素，当然水流袂使落尿素，咱是咧比例讲这个啊这种许吼啊这个应用的。这个肥料的一个含量的问题，哈、哦。一般来讲，硫胺哦，你一包硫胺40公斤，一包就说四十啊，嘛是偏偏四十公斤。硫胺的一个这个含氮23%，好、哦，23%。那么这个硫胺好43%、43%、43%、43%，好、哦。诶，这个就说伊的氮素含量较高，所以有可能一包就低于两包。以氮素的这总量来讲，但是伊个肥料形态无同款，啊，这尿素袂使堵伫这水底吼，所以啊，你若准讲要落这个肥料的时阵吼，一定爱注意，尤其伫水底呢，啊，硫胺当然是无问题，好、哦，那么。啊、因为伊这氮的含量较悬吼，比如讲一盒啊，啊加这个硫胺比起来哦，啊这个啊氮素差不多，对吧？啊五盒啊，伊个氮素就较低，啊所以你会讲白白落一包，啊你氮加减量啊，啊这个安尼来落应该就没有问题，啊甚至你比如讲像阮的习惯，那是有趴地啊，比如啊早当会趴地，晚当水流不一定爱趴地哦。早当咱有趴地，趴地的时阵，有的人用43，有的人用这个啊、用这个39啊，哦，这個、来趴地啊，趴地上起码有的就拢一包啊嘛。啊，迄阵其实你已经有磷有钾，所以呢，第一开始大起来，比如讲伊开根啊，哦，这早当呢可能啊，这十公至十五公啊，暴雷天气较歹呢，有当时啊，啊，这十五公呢也未完全开根。啊，咱有用龙鳞菌，啊，咱咧落肥的时候，你会当用硫胺啊，但是你硫胺你进前呐是一盒啊一包，还是讲这个五盒啊一包，啊，你他都要用一包，你用半包，你硫胺你下半包，迄、那个量有够就好啊。啊，你成本是不是就会当降低啊？哦，不一定爱用一包，哦，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爱知影，就是讲啊，咱咧算的是总量，哦，比如讲啊，你初期，哦，这头啊啊，切啊都大起来时阵，因为你有拍底，哦，磷加拢有啊，所以你氮素你会当可以用这个先一遍硫胺，哈、哦、啊，一遍硫胺和起来了，哦，这个过七天十天呢，啊，第二遍你买当用硫胺，还是讲啊，你用这个一盒啊，但是你一分地你就买个一包的量，啊，你买当用五盒啊，哦，啊，过来。啊，这个有的人是两遍硫胺，吼、哦，因为头啊咧大声，因为氮素嘛，你有拍底，吼、哦，所以头啊氮素两遍硫胺。啊，即马开始到这个目膏了，咱当然得爱一寡加力吼、哦，所以即阵未使阁用硫胺啊，吼、哦，即阵你可能就是用四盒啊，啊，用这个那是做要阁真乌，啊，你就用四盒啊，啊，那普通啊，你也当用这个43，啊，是讲用这个5盒啊，啊，那是较黄膏，你甚至用一盒啊嘛，不要紧。啊，但是咱这混合吧，一盒啊，五盒啊。啊，这个43、四盒啊，这拢有这个加的一个这个比例哦。因为迄阵啊，伊做面开会的时阵呢，其实还是要吼、哦，还是爱有这个物件吼。所以呢，啊，这种呢，你要稍来改这个注意的吼、哦。啊，所以就是讲啊，你要用的时阵哦，要改五盒啊，这当然是没有问题哦。但是就是讲啊，这个你那是要含这个背单做会用，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哦。这种物件做会来用哦。啊，这。因为你下落了，就是讲新刷哈。简单来讲呢，啊，这个都好哈、哦，这个呢就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哦。所以呢，啊，这里家一旦和咱好朋友呢，小做姐姐了解点哈、哦。那么基本上哈、哦、是按呢姐姐得力的哈、哦。那么这提供和你小做姐姐的了解哈、哦，啊，大概是按呢管理的姐姐模式哈。哦那么以水流来讲哦，咱有啊一个较简单的解决方式吼、哦，你当去家体会看卖啊者吼。那么因为每一块地无同款吼，所以有时啊伊有的地呢啊较容易较刷地，较刷地啊加力就会较强。
哦，那较刷地，记得加较容易啊，咖喱也较容易老掉去哈、哦。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咧管理的时阵呢，啊，会给另外个保持出来加哈。这原因是伫这所在，好、哦，这伫家伙咱周围听众朋友啊，当小做者即个了解哈、哦。这大概是安尼者，这情形伫咧哈。来6338601 6338601来收音机旁吼，司令麻烦你吼，打一下电话哦。可能你跟一个老师讲吼会较清楚。老师伊讲，咱昨昏讲的不是要问个重点，好，没关系。来，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上线来。来，收音机旁吼，那是讲除了司令以外吼，收音机边有任何的听友呢，有住宅使用上或者是这部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6338601哦。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扣印专线，欢迎咱乡亲呢多加利用哈。不清楚、不了解代志呢，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来，麻烦我们的听友呢，好了，他打进来了，喂，喂，嘿，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那个老师，我昨天那个问题呀、啊，你可能会错意的啦，拍水，我没有把问题讲清楚，那个就是说哈。我们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雨，对不对？那底下浪火旁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就是，免地容许量的那个抗生素之类的药哈。那、用抗生素之类的药的时候，它比较会造成，它比较容易造成那个韭菜花花蕊哈，花蕊那个尖尖的部分有没有哈？它会有比较白化的现象。那我们要怎么应用？就是说，加我们电台贩售的资材哈、来改善这个现象，然后可以增加它的商品价值，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哈，那真正是爱鹅肉细片呢，那真正是一季的时阵吼，真正是对那个番子叶植物哈，真是神药，那林先生讲的神药，神药中的神药，那还有哈、老师，那个我传给你一些那个抱怨文啊哈、你看看就好了啦哈。对，还有一点呢、老师你昨天有提到说那个对面的在种那个韭菜花，有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什么用生长调节剂。之后的用是要备用生长抑制剂，要那么复杂吗？用一句短视频很流行的话，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那个你看到那个是那种大面积种植的农企业他们在用的方法，还是一般的那个一般的小农在种植的方法？我觉得这样这几年照顾下来，我的感想就是说，根系顾好，肥料它需要什么就给它什么，它就会到那个周期开花上就好了。哎呦，照他们这样做真的太麻烦了呢，那个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呢。哎呀，万一遇到一个不变天气的话，作物它可以有。有那种机制去对抗那种恶劣天气吗？嘿嘿嘿，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有一点，好，那、还有哈、针对我那个抱怨文哈、我想用英语哈、讲一句哈、This is a trouble question for a little farmer 。好，谢谢你，好，老师来。没啦，一个有当时啊，就是讲一个管道哈、大概小小套一个安尼哈，有些阿伯啊，是因为看了以后不平则鸣哦。你无感觉我即马已经较无遐愤慨哈、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好像不会那么激动哈。底下那是个公掉，这个反正两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哈、这个一刚问太太个头听到你讲，我靠你还是愤青哈、五十几岁啊，搁咧愤青哈，这干有必要安尼哈？这没有办法哈、有时候干嘛？可能
自诩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这个知识分子吼，而且我个人受教育也不是太低啦吼，就是讲一路走来至少也是硕士哈。那么这个部分呢，认为讲家己认为是一个是个读书人哈，所以呢。自细汉可能受阮阿公的影响吼，即、這个伊若讲读册人得爱安怎，读册人爱安怎吼，伊讲伊无读册，所以呢读册人爱安怎吼，爱做啥物工课吼，然后呢自细汉的就受到这种影响吼，所以呢包括可能看了一些书吼，干嘛讲有那种臭脾气吼，所以呢即马当然。感觉上是有一点啊，较愤青哈，即为人就讲啊，这都唔是你咧管的代志，关你屁事哈、哦。但是呢，即有当时啊，就是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哈、哦，好像没有啦，我不要伟大哈、哦，不啊敢被保护我的一亩三分地，即是讲有当时啊，一寡必须要甲咱好朋友，就讲有个观念哈、哦，大家当去共同去重视啦哈。那么有关伫这种栽培这个过程内底，你讲用什么物件？即边讲拄只讲到吼，这个大陆之类吼，我看到的吼应该一间公司有固定的一个工人120岁，这个农企业应该算很大，也算不小啦，吼，卖讲足大吼，而且伊的作物足单纯的吼，一间公司做一项作物，120个人咧做一项作物，100多个，120个。就是韭菜花哦，就是韭菜花啊。哦，你有怎讲伊个一个？但是伊这间公司伊家己生产是生产韭菜花，但是伊是做这个花台的生意哦，比如讲伊做这个韭菜花，做蒜苔哦，迄天阿伯阿改建议做晚香玉笋哈、哦，这个在2年前2019年的年底哈。哦那么2019年年底，伊去摕到这个晚香玉，啊开始来种，然后把这些东西卖到5星级的这个酒店里面去，啊以这个晚香玉笋哦，所以我若去伊个工厂咧甲偷看的时阵哈，他都不会说怎样，因为足侪物件他其实还是不会讲哈，伊这个人呢非常的小心翼翼啦哈，所以咱也知影，但是就是讲有时啊这个。人世间本来就安尼吼，即人有人诶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吼。即有一个即、这个，咱也无必要去勉强别人是安怎来对待咱吼。但是就是讲伊咧问讲台湾有啥物即种吼，他意思是其实他也是一种炫耀啦吼。伊讲恁敢有像阮安尼咧种，敢有种像阮遮安遮水安尼吼，我大概讲无啦。确实，咱台湾它有迄个一间公司，请120个人咧种韭菜花，敢有？对一间台湾对一间农业公司有请120个人咧作业，种王奶看有无？种王奶好像我知道的没有。哦，种金蕉的反正也是没有，因为这种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体量无同款，伊种这个农业体量无同哈，并。这个有无啥共款，伊就是韭菜花吼、哦，所以就是专门种种韭菜花，一水足侪所在伊伫种，有固定诶人，伊咧捡，伊咧拢已经甲分开吼、哦，这其实伊是一个伊去租地，然后伊甲这个人拆开，并讲伊为云南为这个贵州请一对人阿婆，一对人阿婆来就是这个一个月给伊7000块吼、哦，7000块打底，就是讲你就是7000价大你家己处理哦，这个许呢公司结结就是讲你因为你负责这地这个料你要请几个人吼、哦，这个工钱呢公司会甲你。伫这个范围内底帮你请，请几个人，互你去互你去配合你做安尼，然后配合落去做，配合落去做呢伊会收偌济钱吼，伊逐工拢收偌济量，伊用量去算，因是无算无算讲钱关家拢头家，那了钱头家就许吼，那趁钱。同埋头家但是伊就是你保证一个量，比如讲你一亩地，那是扣偌济量，一年你若扣偌济量，
超过吼，即、哦這个啊内底加一斤吼、哦，啊，就算偌济钱吼、哦、啊，所以因会去，因会去追求因的一个即个产量啊、哦，所以啊，然后伊即内底就是讲伊增加起嚟，并讲伊农药甲你限制，你就是差不多伫即、這个啊，即、這个成本加你用的即个量内底，你若无超过即个量啊，即、這个种的好势减落来拢你下。精伊会贴你钱吼，伊一个足精密的计算吼，设计了就好。我感觉啊，伊种企业化的这经营，所以啊，百二个人也分足侪组的吼，非常多的组。啊，因像贵州的吼，贵州因有一个有一个组呢比较特别，因去做呢啊，因是一个，我拢叫妈妈桑吼，啊，其实也不是啊，未使叫人妈妈桑吼，但是伊就是一个大指头啊，啊，所有的遐查甫的吼。也拢听伊，拢有他们是比较还是比较母系社会，女生伊咧化气化热诶吼，所谓扛鬼拢伊咧拍牌啊，然后因有啊，因就是差不多有将近二十个人啊，伊就管一大片诶这个所在安尼吼，所以因是安尼一个方式啊，所以啊，这个操作诶这个方式是啊是一个企业化诶这个栽培吼、啊，所以啊伊诶一个品质啊各方面甚至呢啊伊诶韭菜会采收起来吼、啊、那。它是有经过育能的啊、哦，虽然你育能的一个方式是足简单的啊、哦，那么伊就是啊、一杯白好饲料的时阵呢，伊过冰水啊、哦，过冰水呢，冰水内底啊，这个许呢先过一遍的这个冰水，但是伊迄、那个它那个冰水里面其实应该是有加一点点水杨酸，一点点，哎，因为起来足水的，伊个头吼。伊个韭菜花迄个头空嘴个收缩拢袂烂嘛，哦，伊个做料足好势，哦，做得真的很好。啊，然后伊个过冰水起来，伊会放伫即、這个啊、放伫即个冷库内底，冷库内底伊用啊用两台电风咧对吹，吼、哦，啊，伊个一杯一杯拢摆伫遐，拢摆起来，吼、哦，我看伊摆伊放的迄个方式啊，我就感觉讲啊，这个人很有头脑。所以人会当做遐尼大这韭菜花，你就知影讲啊，伊是伊个韭菜花伫这边咧种啊，伫这个附近之下咧种咧，然后已经是啊，基本上吼、哦，基本上伊是全国的一个供应，并讲啊，他很自豪吼、哦，并讲伊是贡港蔬菜的一个啊，这种韭菜花拢用伊个吼，所以迄量足大，所以请百二个人吼、哦，有120个工人吼、哦、啊，这个。这不含临时工哈，百二个是固定的，所以那是一间做大间的公司，就一个产品而已，韭菜花。啊，但是又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昨看到这张咱后边传个这张相片，其实我第一个怀疑的是讲是不是，因为那花扁扁嘛，哦，它比较扁，因为韭菜花爱留啊，那个花啊圆圆，吼、哦，因要求那个花苞爱留啊圆圆，不要太扁，伤扁因的那个计小卡无，啊，袂使伤圆。像伊伊就是得要开啊，要碰开嘛，袂使。哦，这好像还蛮复杂的哈、哦。这有机会，他哥来改这个学习哈、哦。那么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就是讲啊、因为这个市场体量不同哈、哦，所以伊去面对的迄、那个啊，迄种处理的方式甲格局都无同款。哦，今日呢啊，咱咧做这个啊、一分地。啊，解放大变一甲地的时阵，这个中间这个级数可能一分地变一甲地，可能无啥物问题。哦，因为迄个层的倍数无讲介大嘛，啊，你要搁可控。啊，但是一甲地变一百甲的时阵，哦，卖讲一百甲，吼、哦，一甲地变二十甲的时阵，你有一分地加二十甲，吼、哦，这安尼是几倍？一分地加二十甲，二十倍。哦，一分地加二十甲。两百倍、两百倍的一个放大的时阵呢，这个系统就变足大诶。哦，所以咱咧讲像这个鸿海集团，为什么啊、大家感觉讲伊是一个这个啊、一种管理做得很好，这个管理军事化管理还是安怎？原因是因为遐济人、遐济工厂，你怎么去管？哦，这内底个毋是单独作战，有诶爱个协同作战哦。这内底呢对一个环节啊无拄好诶时阵，迄种是一个灾难性诶一个啊，咱一分地害去，一出出啊问题尔，对无？但是呢啊，你若是
这个二十架出问题的时阵，吼、哦，这个就真吃力啦。二十架其实也是很可怕，吼、哦。啊，你若讲两百架起嚟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数量级呢又变大，吼、哦，一种管理各种的一个这模型，啊，要做横头唔做横头，你有可能你若像做两百架，你还个横头像咱安尼请人过去掘，掘到好细好细，我跟你讲，啊，你有可能干那请来掘掘横头，你就骨甲破散。哦、你看卖，即马一分地请人做横头，一分地爱偌济钱？啊，两百家那是请人做，爱偌济钱？你着怎讲？迄投入是偌济？哦，所以这个数量级咧放大的时阵，咱啊，咱咧讲诶，讲一个产业，一个产业，为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讲一个少少的物件变做一个放大，放大。放得很大，吼，啊，这种呢就变作一个产业，啊，在放大的这个过程内底，会拄到这个问题是无啥共款的，吼，所以好朋友呢，啊，一定爱真小心，吼，就讲啊，伫这个当然伫台湾这种农业规模，吼，啊，要扩加遐尼大，可能就是这个红菜头，啊，洋葱，吼，啊，西芹，吼。那么马铃薯哦，这种呢可能也发达，但是咱真济啊，咱真济是其实伊家己无种遐尼济，伊拢无互人去种啊，这就是这地后你去种啊，我甲你收哦，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许吼、哦。那么这种呢，这都无啥共款吼，所以但是呢啊，对台湾来讲哦，这物件都只讲到马铃薯啊，这个红菜头哈、哦，那么西芹啊、哦，那么这个洋葱啊、哦，这种呢。这种呢，拢有可能吼，都有可能是，这拢有可能会当啊做这个产业化的一个台湾有一个条件做产业化的，讲这物件也当去甲做一个较好的这个整合，有一个产业会当发展一个比较较完整的一个这个啊这个产业链吼、哦、产业链吼、哦，包括这个哪当做这个产业化，你要做外销的机会呢就比较有啊。当然即马都咧做外销哈，啊这个捷球莴苣啊，这嘛是啊。啊，这个目前还做得蛮不错的，这个所在安尼哈，所以咱台湾种的这种捷球莴苣，作者是荷兰瑞克斯旺的这个品种啊。那么这个物件呢，这种品种呢，在中国大陆这些种子是买不到啊，因为咱台湾人伊毒过了，伊袂去甲留，因为咱种的这种。这个捷球莴苣哈，这种物件一般来讲，伊唔是 F1 的，伊拢是一个 OP 种，开放选种的哈。所以伊的经济呢，是其实是会当家己留起来是同款的哈。但是就是讲伫台湾啊，咱有一个契约精神，咱提伊的契约卖你的时阵，伊就家己讲袂使留。所以因咱台湾，你啊看伫种这麦芽包种了的时阵，伊就毒起来，对不？啊，无毒的，伊就较紧芳掉吼，迄、哦、是因的一个合约，伊袂使留伫迄个园的，伊会开花啊，佮留起来开花，开花佮捡起来籽，就是即、這个，含伊原底迄个籽，就是差无讲真济啦吼、哦，就是讲，伊这是一个开放选种的这种啊，当然你边啊，若是有种着白种的一个品种啊，同时开花啊，有可能的一部分的去杂伊。哦，像咱水稻都可能安尼，啊，但是你若讲这个区域内底拢种迄个品种，啊，伊就袂叫杂的，哦，这就是咧，咱咧讲的讲叫做开放选种，哦，开放品种 OP， 哦，咱像咧有个人你听人咧讲啊，这 OP 的啊，意思就是讲这个物件唔是一代杂交的，哦，这是一个开放选种各类菜，哈、哦，啊，这个青花，哦，花菜，啊，这作者拢是 OP 种，其实台湾咧种一寡甘蔗片嘛是 OP 种。但是伊会甲你写讲什么哈，他其实也是会骗你，可你无甲留，你嘛唔知影，你有诶，多数咱是无甲骨力啦吼，原因是出伫这个所在啊。好，这个刚好聊到这个啊，你问讲到底我看到迄是啊，那个是一个很大片哈、哦，真大片的，哦，真大片的处理的这个公司啦哈、哦，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有一些企业哈，咱因为发展的这个过程内底哦，虾米人那是当去掌握到这个啊产业化哈，比如讲你家己做，你就是一个人做嘛，一个人做，你的能力会当发挥的，就是第一个所在哈，就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哈啊，这个你有法度去做，比如讲你韭菜花你做够做，你做够捡，你有法度请人工来捡你，但是你管理是你家己啊，对吧？啊，你也当做偌快。更何况你请人捡，敢会好？
伊伫台湾的一个许不一定，但是啊，你若是有法度去产业化吼，比如讲你有法度这个过程，伊安怎去改伊这个产业化，然后有法度啊也当覆盖吼，有迄、那个啊有那个机会吼，有迄个机会，啊你一个人的能力就会当去放大吼，比如讲啊你可能原地种三分地，就差不多紧绷啊啦吼，就差不多已经啊这个无眠无忍呢。啊，这个骨头就讲要缩伊啊，吼！但是你若是啊，有三十个人甲你斗做，一百个人甲你斗做，一百二十个人甲你斗做，吼、哦，这是虾米款的概念？但是有时啊，唔是讲愈快的，就赚愈侪钱啦，吼、哦！不过看伊真侪，因咧种辣椒，最近啊，从去年到今年都是非这个跨年料，吼、哦，年前7.1，年后1.7啊。啊，这年前7块钱，年后7毛钱，吼、哦，因常常咧讲的咧讲，咧讲的这种情形，就是今年的这个辣椒，哦、辣椒，那伫年前呢，大概出来时阵的7块、8块、7块、7块外，吼、哦，这惊死人，迄那2块的暴利啊，吼、哦，这7块外你敢想，吼、哦，这每一个种辣椒的呢，都眉开眼笑，过年的时阵啊，大叫拢给爆足大的，吼、哦。那么伊这个种这个辣椒，足侪人吼，足侪拢是因我甲看吼，看因有种有趁钱诶，拢是差不多偌宽，都大概在30亩，就是差不多2亩地，吼，差不多2亩地啊，2亩地吼，2亩地差不多在8人吼，大概要6到8个人，但是伊就是一对翁仔某啊，2亩地啊，伊即马伊爱8个人嘛吼，所以通常伊就是啊因。伊啊，因太太吼，啊有可能伊一个亲戚吼，比如讲因姑啊啦，还是家己的小弟吼，啊，家邀入来吼，啊这啊老结婚的无结婚的吼，嘛是有可能，啊入来伊就是因家己的人，就差不多4个5个，拢是因家己的人，然后伊会阁请一个啊较固定的，就一寡杂工啦吼，去啊整田啦，创啥，重要的工课当然你家己爱做，对无？你当时要转药啊，你当时爱做啥物工课，你家己爱去烦恼去拍牌，其他的人甲你斗做。啊，这种的拢趁钱，这啊，这个20亩、30亩吼，啊无真快，啊拢趁钱。讲、哦、这种的拢趁钱，哇，每一年都赚钱，因为头家就是家己咧，许拢控制掉。那么即马开始趁钱了呢，伊家己放大吼，家、哦、己放大，放大安怎？哎，即马感觉袂歹，他就得家己呢啊变100家。哎，100亩，啊，100亩呢，大概就是啊，这个6亩外地嘛，吼、哦，对咱台湾讲6亩外地，爱、啊、种爱做温室，啊，你得爱投资，啊，你100亩的时阵，6亩外地，你无可能家己拢家己的人去做，你请的人就足济啊嘛，啊，你请的人的济，你管理是不是有到位没有到位，这含伊的收入就差足济，所以啊，有的人有法度蜕变，伊原底20、30亩的时阵。2家、3家咧种的时阵，啊，本来2家地，啊，啊，无加1家外地咧种，哇，真趁钱，因为一亩地吼，一亩地差不多4万块的，即个去年因差不多像去年、前年，啊，那过了较好的吼，正常就是讲平常就是4万吼，一亩地4万块吼，4万块你甲乘以4.4吼。一分地差不多是17万吼，差不多17万的一个。我即马讲的是净利润吼，就是讲肥料、啥物、仔啊钱，迄种扣掉，差不多是17万块一亩地。啊，你甲想，伊种这个啊，种这个20亩吼，所以一年呢，干那种辣椒，地方个种的就卖讲啊吼，干那种去水环境啊安尼吼，伊就赚300几万啊。啊，300几万是偌快？20亩嘛，加外地呢，加通地呢。哦、所以迄是一个真啊，伫、目前来讲，伫农业的生产内底是足有即个利润的，好、哦，就是利润很好啦，好、哦，所以啊，你要怎样讲，是安怎呢？啊，即、這个非常啊，照讲已经是，但是去年又来了一波，结果呢，即、這个伫价格涨，要真赚钱。啊，你甲算哦，吼、哦，准讲你若一亩卖讲4万啦，吼、哦，啊，一亩平均从去年足侪人甲7万块，赚甲7万块。一亩地、哦、大概7万多，将近8万。你用平均用4万来算，4万你家伊100亩，伊就是100亩就是400万啊、哦。所以因咧心肝的也变也重大吼、哦。这个你讲心肝未大，迄种讲骗的对吧？因那我心肝嘛会大起来，啊，但是你心智我都会到位，所以
农业的升级哈，农业的这个升级，不是在你这个一亩三分地来的哦。这个第一个阶段哈，这是啊，你技术的提升，那不是叫做农业升级。农业要升级，就是真正要升级是安怎？就是讲你为你家己小小一点的这个所在，有法度这个扩大经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困难的一个这个所在哦。啊，所以呢，这真济，我看因咧种两百亩、三百亩的这个啊，三百亩地啊、哦，这一间公司三百亩，惊死人哦！二十家的这个温室种辣椒，照讲应该伊那人平均会当赚四万，你上无买当赚两万，对吧？你请人种，不好意思，没有。管理呢，有的公司有赚，有的赚到两万，有的公司都无在了。管理呢不到位。两万块都无，甚至正做甲了钱。啊，你若拄着介绍包无好，假设价钱稍微差一点，啊，超一万通块通谈的时阵，那迄阵就昏你啊，吼、哦，就无通安尼啊暴利吼、哦。所以农业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吼、哦，尤其要变做一个啊，包括不管像哪里讲的讲啊，变做一个产业啊，就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啊，真简单啦、啊、吼、哦，就是讲啊，伊就是无简单。然、哦、后这个原理当然就是大家拢知影，它就是不容易啊，所以你讲会当变作是一个啊真大的一个农企业哦，就无遐简单哦。这个物件要变作商业化，要有足济人伫即内底去努力，唔是讲咱家己一个就可以啊。这个产业化哦，这农业无遐好谈哦啊。真济呐是讲啊，你当初若卖做这多，我来做啥物即嘛，无定得较好，很多是这个样子。哦、真的很多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这个讲到这个，所以我们就稍微、也聊一聊哈，讲、哦、一寡这个农业一个这种农企业一个这转型啦，吼、哦，就讲、是、你本来变做农民，要变做一个农企业家、哦、那么这个。啊，这个转型哈、哦，这个事实上呢是不太哈、哦，不太那么的啊，不太那么的简单呐、啊、哈、哦，这个原因啊是这块呢一个这个情形哈、哦，所以啊基本上哈、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哦。那么在这个顾蔡辉哈，顾蔡辉以啊也这个北疆啊回、哦、回报迄个所在，因为你抗生素哈、哦，抗生素就容易啊也一个，咱啊用这种抗生素哈、哦，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哈、哦，这抗生素尤其你啊转较重啦，拄着这个高温的时阵啦哈，啊你啊是你啊转较重，拄着较高温的所在呢，那么也较容易产生一个这个啊这个叶缘哈，尤其较有叶缘的一个这个啊这个白化哈、哦，这块呢这很凶哈、哦，这个呢。啊，这拢真容易吼，真容易去看到啦吼。等于讲啊，比如讲这个练霉素、练四环霉素这种呢吼、哦，那么这种呢，这通常啊，伊的较容易吼、哦，较容易呢产生这种啊，这个尤其温度高吼、哦，尤其那是温度转过了啊，它就唔知伊个就是这个抗生素吼、哦、的原因。那么也较容易呢，造成这种啊叶缘的一个白化现象哦。这个好像到目前为止呢，啊，较无足好的一个啊这种防治哈、哦，就讲、是、大体上咱看到拢有这款的一个情形哈、哦。那其实啊，为着这个阿波啊，曾经去稍微试过一下哈、哦。那么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啊，这个、好个啦哈、哦。比如讲你染这个。啊，这种吼、哦，咱其实啊，咱最近有一个物件吼，这个也讲了很久，但是呢，啊，这个一直呢，就很多人吼、哦，那么也干嘛讲好像。因为阿波啊，恁讲的物件拢真好用啊，吼、哦，所以啊，一个新的物件要进来呢，其实很难，对吧？真的很难呐、啊，吼、哦、啊，咱真济这个好朋友吼、哦，你要知道吼、哦，这个不太容易哦。其实，咱有一个这个补钙跟补镁，有一个啊，这个它有藻胶，有一个这个吼、哦，那么褐藻糖浆上钙重要，有这个松树的这个提取物啦吼、哦。那么这意大利呢，因是利用这个物件吼。哦啊，这个因为你今日有讲到，我较去想到吼，因为是伫这种咱转这个抗生素较容易产生这个叶缘的这个白化现象的时阵呢，那么很容易出现的这个啊，你当用这种有一个叫斜力旺吼、哦，这种物件哈。
高温的时阵呢，也当去保护它哈、哦。那么增加对着这种的这个抗性，尤其你搭配呢啊，这种有来用哈、哦，那么效果呢特别好哈。哦这个是的啊，在欧洲他们有这样的，尤其是南欧啦吼，等于讲啊，这个内底它有三种主要的这个啊，当然钙跟镁吼，弱人能补钙补镁，那当然这个是必要的哈、哦。那么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讲有一个啊，这藻胶吼、哦，这种海藻类、河藻啊吼、哦，这类的呢，那么这种就是一个增加，因为你要解决迄个叶缘白化，叶缘白化拢是伫油的迄个组织，尤其你那是抓这种矿精所说三星的吼，啊，通常都是在这种比较幼嫩吼一种的这组织内底去三星的这白化现象。那么这伫咱啊水菜吼，水菜抓抓白心吼，这大概嘛是这种的这情形，你得当用啊这个物件来解，这个就讲你啊矿精所你嘛是用啊，但是呢啊咱咧用的一个量吼。啊，小控制一下，卖特别来加重，啊，迄有效。啊，你利用伊这有一个松树的一个萃取物吼，即种有一个即粉弄吼分类啊，大概就是愈创木酚之类的这物件天然的吼。那、啊、它大概呢会让吼伊的这个植物呢啊，伊的细胞的这修复啊，就可以减少这种白化的这现象哈。那么这个呢，大概在比较。啊，热啊，容易拄到一种干热的这天气的时阵呢，啊，这个长玉米树，你感觉那从啊，这个作物好像还是有一种这个热障碍发生的时阵呢，啊，不管是干嘛工，你可以从这个部分呢，啊，稍微做一点点调整啊。那、啊、这是一个啊，真好会当去操作的这所在，这个用。温性啊，吼，页面1000倍呢，啊，来用，尤其高温的时阵，吼，高温的时候，啊，你会当去减少以及将叶缘交枯的这，就讲啊，正经去改这个，真正去改做这保护。啊，因为这啊，最主要伊利用个有一个这个钙镁，吼，这钙镁这目的是要创啥？当然就是强化伊的这个啊组织啦，吼，所以呢，这个基本上。那、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哦，所以这个咱台中朋友哈啊，当小做者参考哈，你也讲要用哈、哦，要改善，还是讲咱最近啊，真侪好朋友咧转冬节啊咧转这个吼、哦，进前咱用一点啊玉米素啊，感觉还可以啊，但是啥啊，这个那是抗生素伊就冻未掉哈，这细胞修复好像啊这部分呢，你得当利用这个。啊，这种松树提取物这款的这部分，啊，这本身啊，它还有一点点这个抑菌作用，哦、所以啊，也让提高这个农业的这效率、哦，所以大体上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哦、所以好朋友呢，你还是可以参考看看，哈、哦，啊，这是伫家我咱听众朋友呢，也当小做者这个参考，哈、哦。那么伫咱的管理的这当中，那么有当时啊，就是精益求精啦，哈、哦。那么但是就是讲，你一定爱先排毒，哈、哦，就是。这个啊、白化吼，因为当时啊，迄个买料会小可白白吼，迄是气味加的吼。你爱先排毒是气味加的一个这个经营，你讲伊个物件转一个后期呢啊，这通常都有这个问题吼。这咱伫组织培养内底吼，组织培养内底呢啊，因会去。啊，有一挂这培养的这过程内底吼，不知道为什么吼、啊，然后就会去啊，比如讲咱有当时啊，这个物件伊会去改用这个抗生素吼、啊、去啊，简单来讲是要杀菌嘛吼，啊，咱即马去改杀菌过去了吼，杀菌了呢啊，伊即马只有伫主培苗内底，它也是产生白化苗。哦、因为抗生素其实还是这个麦角醇合成抑制啊，这简单来讲，有当时啊，一些抗生素哈、啊，一堆起料啊，还是对细胞哈、啊，还是什么款呢？这产生一个这个啊，会有白化的这现象。啊，因通常都会用这种松树的这个啊提取的这物件去解决这种啊这个白化的这个现象安尼哈。那么这当我你小做者了解到，就是讲伫轻微咱咧抓的时阵啊，那不是讲介严重。啊！你提这物件呢来啊配合吼，抓、哦、咱这个抗生素做伙来用哦。比如讲，你抓这啊惊伊心脉吼，尤其较幼心的所在，较容易白翻白啦，是安怎吼、哦？啊，这顶顶的这原因啊，这你得当用这个呢啊，咱得用吼、哦、啊来改这个改善吼。哦那么这个通常是有这款的这情形的嘞哈啊，在家和咱好朋友哈，小做这参考啊，嗯，来
0266013386空1。老师来看一下哈，这个陈武雄，陈武雄讲，鲁迅因为进前连续一直落雨，所以咱即卖土呢变作有较硬，硬落了后呢，这鲁迅煞生袂出来。啊，又搁拄着吼，即卖要换季节的这时间，所以即卖要如何起候，要怎么处理比较好？正经那是这个土较反硬哈，其实我们有一个易根宝啊。这种物件呢，你也是干嘛讲？确实也较落雨嘛，吼。咱这个土壤的这团粒化结构较无同遐尼好，你也当摕这种物件来改做一个这个调整，吼。所以呢，这个当可能应用吼，这个大体上也当改善足大的这个问题，吼。所以这个咧管的一个地方地。这个问题，咱常常咧讲吼，为什么咱真侪好朋友讲，哎呀，不啊，你那从对这个意大利啦，还是西班牙这些物件吼，好像挺有兴趣的吼，你那从较重视，你找的这些物件，改成拢会去种，因为这因为环境含咱较同款，你知啊，伊就是一个这种较高温啦吼，然后这个重复耕作哦，较无像北方因常常一个这个长时间的休耕吼，南方有时也无啊多吼，所以伊这有这个好个滴咧，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它其实一个这个根部的一个生物刺激剂。它也可以补一点这种补一点微量元素但是上介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是一个它还是要有一点藻类吼，迄、那个根部的生长较好也发酵一个过程内底最重要就是讲有一寡这种类似植物的一个这个皂苷这类的物件吼，这种物件呢有多糖体加植物皂苷会当去改善掉咱的这个土壤的一个团粒结构，对着咱长期的，即比如讲你即块落雨落雨，即马土较结歪吼，这个物件。那你去把它下水了吼，伊就当去改善吼，改善到这个土壤的一个透气性包括呢提高伊的一个保肥这个能力吼。比如讲一寡较沙地你这个灌两遍啦吼，伊就较高调肥水吼，当然伊排水你无多一个咧完全，你种物理性的咱无多完全去把伊去把它破坏掉，但是就是讲。伊会当增加即个水分，加着肥分吼，你较甘较会调吼，较袂遐尼真沙地话真歹种。你若讲较黏的所在，伊个皂苷会当增加伊个即个透气性安尼吼，所以即个物件呢，其实我是非常建议吼，非常建议咱好朋友呢你会当来用吼。那么即卖因为你开始已经。孙啊出未出来？该老该即个换茶，该修正吼。即、这个时间呢即、这个该即、这个即、这个处理力诶吼。所以呢，这个呢有一个即、这个吼，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当然你要去改善即个土壤诶一个即、这个这种土壤团粒结构。要改善着土壤团粒结构即阵有做不，你无可能甲挑起来顶来，对吧？那么上简单的一个做法呢，上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这种东西在这个澳洲他们也是这样用，然后应该灌灌的也可以增加这个土壤的这个团粒结构这个、效果呢就、这个、特别的不错。那么你可以去给它这个东西，你包括你要灌头，你要灌筋要含什么东西，含这个农药去给它染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就是说你头一遍在灌呢，可以给它灌较重嘞，吼，这一分地你可能就是讲你也是要分两遍灌，你就是改灌一粒一粒安尼，吼，还是粒半粒，吼，这通常就是一粒一粒安尼来用，连续甲灌两遍，吼，变讲你都去了，佮过差不多半个月过，佮甲灌一届，这两遍，吼，这改善的好，因为灌一遍了，你就佮灌第二遍，因为迄你看会出来伊的改变，吼，这真明显你看会到这种的一个，尤其伫咱这罗孙恒来的哈，那么伊这个其实效果还不错哈，就是讲最主要伊一寡这物件呢也当增加咱根系的一个效哈，那么伊的根的这个部分阳离子交换能力啦各方面哈，那么
这是一个在对于金波的一个这个啊调整呢，有真好的一个这个效果。而且真侪好朋友捌用过哈啊，纯粹就是讲一寡地你若较歹，唔知变怎啊，这伤沙啦、伤黏的啊，这种的吼，还是讲已经啊土起沙炎吼，这淹水了啊，土会跟一层皮啊，这种的一个有的叫土壤板结，啊，你甲灌一寡这种物件哈，还是够一种这个情形，就是讲啊，你伫这个你。好比讲，我即水起来，我打起来，我无可能，大概拢甲胖过啊，吼，无可能大概伫遐胖啊，我鸡啊啦，爆胖，我想讲啊，胖一遍要甲加整两遍啊，你若是安尼呢，啊，你就会伫迄个止血吼，要整的迄个所在你甲管吼，一问题你差不多就是啊，即、這个有个人会管较重啦吼，因讲伊即马先甲灌先灌一滴吼，啊种落了咧灌即个疫病的药啊，伊迄项没有做伙灌不要紧吼，种落了呢灌疫病的药啊，差不多十工十几工迄个时阵，你搁甲男咧灌，搁甲灌一届，等于讲要种进前，你得让先灌一遍，啊然后种落了吼，比如讲啊你也是许呢啊，即马种落啊刷栽了，差不多伫十工哦，伊进入你啊咧叮当迄个时阵吼。啊，你得当用啊！啊，有的人是先灌进前，啊，后边个灌一盖分两遍来灌哈、哦。那么这样的一个这种的这做法呢，这个啊，这个好个呢，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啊，所以这底下来当我咱好朋友呢。小做一下这个了解到、哦、这大概呢，在这个应用的这个当中啊，其实效果也很好哈、哦。那么在整体的一个这个啊，整体的这个操作内底呢，那么当给咱听众朋友哈、哦，你小做一下这个了解到哈、哦，这基本上是安尼一个啊，这种处理的这个方式的哈、哦、啊，这大概是安尼哈。那么这种的这个应用呢，你加管了，你比如讲啊，我这芦笋啊，你感觉灌过了有效、哦、你可以再多个用个一两次、哦啊、我相信呢、这个好个、哦、会让你、很满意、哦、这个东西呢很多好朋友在用、哦啊、感觉说、这个对到一些土壤没通说盖好的、哦他们都会感觉说这个效果呢、可以来给他有真不错的一个好个伫咧安尼吼，所以啊，这里家买单，我咱听众朋友先知影着，就是讲，一寡地吼、哦，你若发现讲，即最近哪种较高起沙纹吼，你得当摕这来管吼、哦，这增加土壤的这团粒结构吼、哦，啊，最主要的是讲啊，你咧用的时阵吼、哦，那个成本不高，你若讲哇要求天价啊，这种呢你就无法哩啊，对吧？啊、哦，这有当下咱还是要。啊，小算一下，即个简单讲就是讲，成本小算一下安尼吼，小知影大概上无嘛是差不多即个什么款的一个成本哈、哦。啊，会合嘛，啊，咱会合，咱得当用啊，这个不贵哈、哦，所以呢，尤其伊也是包装较大，它又更便宜哈、哦，所以真侪好朋友。伫咱电台呐，像这种的吼，这一公升的拢无解好卖吼，就侪人拢会开买大桶的。伊讲哎，这反正有咧用，用面积宽。那么这个、我是建议讲你先小小啊，改试一点嘛，啊，然后那是有这个后呢，再给他有把握了哦，因为你真侪物件拢是安尼嘛吼、哦，你那是。不好讲，当然是不好讲吼。这我相信我是袂甲你害啊，但是对伊来讲，你有当时哎奇怪，哪从无我所想的遐尼好啊？你比较看卖者啊，上无有关的有信心，咱咧用的时阵啊，嘛较袂有人啊，甘得爱用嘿，对啦吼、哦。这常常拢是种质疑，讲哦啊，我看你咧转药的时阵，哦，这个物件咧啊贵啊贵啊，实际上。这些东西给它加在一起的时阵哦，确实吼，确实呢，是有真好的一个这个这个好个的嘞吼，所以呢，基本上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相信呢，你若是会当改试一点点看看，那应该呢效果呢就会很好啊呢哈，所以呢这个底下会当给咱听众朋友哈。稍微好、给他了解一下下哈、那么这里家伙咱听众朋友也当小做一下这个了解到哈、相关的这个使用当中，然后什么不清楚、不了解这些所在，拢欢迎咱好朋友呢
啊，会当含咱共同来解这个探讨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好，来时间上的关系，今日两点钟的节目，咱先暂时呢进到这。收音机边的听众，告诉讲你也有疑问，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我们一样星期一见，拜拜。